每晚八点，聆听读者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欢迎收听读者。今晚和你一起分享的文章来自姚七。如果你不想上班，就到凌晨三点的街上走走。关注读者新媒体，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。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段子，描述了当代青年五大现象：持续性不想上班，间歇性崩溃，送命是熬夜，做梦是想暴富，习惯性治愈。不少网友